喺上環寸土寸金嘅地方，用750万可以買間兩房，會唔會好差呢？我哋而家就喺呢個露台嗰邊望出去，就望到人哋嘅公園。呢邊向翻東南位，視野闊啲，景觀海光 OK 嘅。轉過嚟可以見到一個比較長形嘅廳，入門就冇玄關位嘅，成個廳都非常之實用。個廚房就略為舊式啲，你見到，因為呢層樓都講緊2004年到而家嘅，接近21年，所以所有嘢如果你覺得唔順眼，可以拆咗佢重新裝修。然後有個大窗喺呢邊，呢間屋就415尺兩房嘅間隔，都好實用嘅。入嚟就一個大概2米2米1嘅區間，然後有個窗台位，窗台就計建築面積，而家就唔計實用面積。那個窗台當然送嘅，呢邊係浴室位，用淋浴嘅，都係需要執嘅，因為講緊都21年。主人房就大間少少，放個大衣櫃，放張床，扣個窗台位擺，望出去都望翻個街景同埋公園景，整體上唔差嘅。那個窗台位好大，可以擺完全倉喺度。似呢啲單位現時業主賣咧就750万，如果出租咧呢啲單位喺市場上租到2萬蚊嘅，咁嘅二手物業你覺得點？歡迎留言話我知，拜拜。